老大，嗯，我发现你今天整个人都神采奕奕的，面带笑容，连走道都自带春风啊。你从一早上开始溜须拍马，是不是等会儿让我见男嘉宾是你夹带私货啊？哪有，哎，就那个。你还说不是？哎呀，这个是萨克斯村的明珠给介绍一卖婚纱的哥们儿，说是之前帮过小柔的忙，死乞白咧的求着非要见你一面。那你不早点跟我说，早说你不否了吗？再说了，你不能让我在这明珠面前跌份儿啊！哎，万一我和明珠结婚了，这婚纱还能打打折。五分钟，啊，三天之内给我找到靠谱的男嘉宾。啊，三天多了，好吧。哎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个呢就是我们老大。我知道，十大制作人嘛，真的是文明不如见面，真人更帅。啊，你好。请坐啊。喂，啊，我在咖啡厅。喂喂，真真，你下班之后会来咖啡厅吗？我就在咖啡厅呢。这么巧，我马上也要到了。要不要这么黏明珠啊？天天泡在咖啡厅。没有，我是陪老大过来的。池心在里面。对啊，哎，手里有没有靠谱的男的？男的，干嘛？你要是有的话，赶紧给性格介绍，让他看看，他现在正为这事发愁呢。他想要什么类型的？他可挑剔了。哎，你就按照上一期郑泽那个模子找就行。大家好，我是许文周，在剧中呢，我饰演池信。我不能恋爱的女朋友正在 Carol 中文剧场 YouTube 频道播出，订阅频道，加入会员，收看更多精彩。大家好，我是乔欣，在剧中饰演丁小柔。我不能恋爱的女朋友正在 Carol 中国剧场 YouTube 频道播出，订阅频道，加入会员，收看更多吧。此刻我才发现，对你，我没抵抗力，一起去篆刻美好的回忆。像彩虹冰淇淋。